好，第83题，Mr. Tony 存了300在 bank，after 几年他的 saving 变成这样，然后多少年他会超过这么多？所以我的这一个是这一个东西，然后他会大过15000，然后355，所以这个是 1.25T 大过。这一个五 ，OK， 15除3哦，有五哦，5除4是1.25哦，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有 T long 1.25大过 long 五 ，so T 大过 long 五除 long 1.25，所以它的 T 会大过这一个是。Long 5 over long 1.25 7点多 OK 所以我的 T 等于8 years OK So 你看我在这一边它是3504 Power 7的话还没有到过14000，然后那是8年的话，就大过了这个15000了。OK， 所以我在这边 T 等于7的时候还是小过15000 ，T 等于8的时候它就大过了15000。好。